礼，我们热烈掌声来欢迎牛牛，我们带来这一段礼物，也希望经由他的诠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了解师父的心，师父的愿，让我们一起来广植福田，就像今天我们这个舞台，因为福田就在我们心里。欢迎八字解读人生，风水改变命运。大家好，居士从业风水26年，很多人通过我的调节都获得了巨大成功。针对八字测算、风水布局、命理分析、事业财运、手相面相、感情婚姻有独到专研见解。如果你的财运不佳、情感不顺、诸事烦心，原主可添加本居士微信2668213511，一一帮你调节化解。记住微信2668213511。Thank you.
谢谢牛牛，他这么的小小年纪，却能够在佛法的熏陶之下，创作出这样浑厚又深沉的音乐。从他的音符当中、旋律当中，也让我们领会到师父的智慧与慈悲。这是牛牛用极灭为乐、用放下烦恼心、用提起菩提心这三个段落来纪念缅怀师父。而在座的各位，您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记忆师父的呢？或许可以从记忆当中的点点滴滴来想想师父曾经跟我们说过的话，跟我们曾经使过的眼神或者是一个表情，一句话点醒了我们的无明，让我们放下烦恼，给了我们正确的方向，一个眼神，一个微笑，给了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让我们面对人生的苦难与折磨，甚至挫折。师父的话语鼓励着我们，同时师父观机斗教也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开启我们的智慧，开启我们的视野。接下来的这两首曲子也是所有弟子的心声，我们特别要请到萧煌奇来为我们唱出你是我的眼，因为师父打开了我们的视野，让我们关照全世界。除了你是我的眼之外，萧煌奇还要用这首歌阿曼耶维来表达我们的心声，因为师父就像我们的长辈一样，永远是这样的跟我们殷殷的叮咛。我们热烈掌声欢迎萧煌奇。大家好，我是萧煌奇。圣人师父永远是我的眼，也是大家的眼，因为他帮我们带领我们看到的世界是浩瀚无边的，所以我们要追随的师父，因为你是我的眼。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轻易地分辨白天黑夜，就能准确地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手。如果我能看得见，就能驾车带你到处遨游，就能惊喜地从背后给你个拥抱。如果我能看得见，生命也许完全不同，可能我想要不喜欢的我爱的都不一样。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白是什么？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心态？因为师父带领我们，我们每个人都要继续努力，继续加油。
眼前的黑不是黑，你说的爱是什么牌，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没有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心疼，把你们的声音唱给全世界。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
圣严法师一样，圣严师父一样，照顾每一个人，疼惜每一个人，希望每个人的未来都有光明，都有前途。想到一步一步的过去，哪里拢会予人心难忘？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在阮的心内，哪里拢会想到你？萧煌奇用他澎湃的歌声唱出了生命的热情，也唱出了师父对于人心鼓舞的力量。很多人都说师父是宗教家，是思想家，是改革家，也是教育家，更是社会的心灵舵手。每当社会有需要的时候，不管是发生灾难，不管是发生有变动的时候，师父的一句话就会成为社会安定的力量。可是这一位曾经用他的生命敲出隆隆法鼓的老鼓手，他病了，他倒下来了，但是师父很有信心，他相信所有跟他同心同道同志愿的法亲会跟他愿愿相续。接下来的这一段，我们将可以看到师父在不同的阶段所曾经对社会大众的开示提醒，让我们一起来回顾师父的悲心和他的大愿。我们什么都损失的时候，你还有颗呼吸，表示说你还非常的富有，受苦受难当中还能够啊，把自己的苦难放下，能够帮助他人，利益他人，那这是大菩萨。事情已经过去，我们呢，一定还要面对现实啊，乐观奋斗。这次在灾难之中受苦受难的人，都是菩萨们。我要跟妈妈说，我爱妈妈。哇，谢谢老师。我不要跟人家打架。每人每天多说一句好话，多做一件好事，全台湾2300万个小小的好，就成就为一个大大的好。台湾加油，台湾大好。伦理是秩序，秩序生动力。作为人，去保护自然是我们每个人要承担的义务和责任，也是我们的爱，从个体融化到整个世界，希望您参与，等你一起来，共同与师父推动新六轮运动，做好新六轮的奉献，好愿就会实现。我要许愿，我希望妈妈身体健康。许愿是每个人都做得到的事，心愿小但力量大，许好愿，做好事，转好运。
好愿在人间。我现在这么大年龄啊，要把生命投注在法鼓上，我敲着法鼓大概不会太响，但是是用我的生命在敲鼓。知道我们的法鼓山开始的时候我已经老大会员，已经是这个过了一家子的老人，那时候我寻寻觅觅的要找法鼓山这个建筑用地，大家浇我的冷水，师父你的身体不好，师父我们这个环境景气不好，师父你的年纪这么老了，假如说你还没建起来，师父你已经往生了怎么办呢？我说阿弥陀佛，当没建起来，当我往生了，你们有愿心的有孝心的，你们替我撑持起来，像一翁一山一样，我做不起来的，我的儿孙一代一代的把它做起来。今天我到这边来呢，看到我坐在这个轮椅，好像从来没有以这样子的一个姿态出现在公众的场合。其实我是在三天前从加护病房出来，这个在那个时候呢已经呢是准备死亡，可是我说我不能死，我说至少还有一场啊书法展览呢需要出席，而且呢这个书法展览是我的最后的一项愿心的在推动，那就是法鼓大学。那我们呢是凭着30年来办佛教的研究所的经验，以及我们研究所里边呢能够提供的资源，以及我们呢跟国际的关系，还有呢我们的老师都能够教出啊社会上其他的大学这个没有办法教出来的学生。所以说我们希望办一所跟现在的许多的大学这不一样，我们希望我们这个 学校里边的学生出来的时候啊，由于他们的知识技术学问好，还有他们的品德人格对于社会的奉献性，他们呢我们希望培养这样子的人，这是我要办法鼓大学的原因。我对于法鼓山的过去一路走过来，这个连学着我的师父东树老人的这个脚步啊走下来，那这个全部的时间前后60年呢，我只有感恩。回顾有什么回顾的，那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啊付出心血时间和智慧慈悲的人呢、帮助我们法鼓山这个团体啊从没有而变成了小小的有，
从小小的有呢，而变成了好像还不小的一个有啊。那么这个呢，我是要感恩。要感恩哪一些人呢？感谢的人、事、物都要感恩。这个世间是非常有限的，我的愿是无穷的，那我的愿无穷怎么办呢？是这样，对社会只要是好的，我多愿意去做，但是。